是彼此好吗？谢谢你们，带来这首《拥抱》献给大家，献给吉贝爪，献给我们的阿利姆《拥抱》。妇女会尖叫一下，妇女会吉贝爪。Oh,
谢。哎呀，新歌，第一次唱新歌，我们先给我们的吉贝耍好不好？对啊，然后谢谢爱你们，吉贝耍不理会，哈哈，谢谢你们。然后第二首要分享的这首新歌是特别写给我们的信仰，写给我们的祖先，写我们的祖灵屋，你们叫公蟹嘛哦，我们叫就是噶鲁玛暗龙的称呼，就是鲁玛是家里，噶鲁玛暗就是真正的家。以后我们过世的时候要回到的那个地方，回到真正的家，所以这首歌是写给我的信仰，我的祖先，希望在每一次的祈祷，我们在宫阙前面的祈祷，或者是主灵屋前面的祈祷，可以跟我们同在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能量，在每一次的祈祷当中，然后跟我们在一起。这首歌它叫做跟着走，跟着祖先走，跟着我们的文化走，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力量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带来这首跟着走。妇女会尖叫一下，妇女会，是不是太美丽了？今年特别多人哦，回到部落，回到吉贝耍，太高兴了。
谢谢。来，接下来第三首，这首歌，好，我爱你们，爱你们，疯狂给我们几位所的妇女啊！哎，我们给妇女会拍手下好不好？真正的，等一下我下台，你们的老公就在我身边，为止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好不好？太热情了吧！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第三首歌，这首歌叫《得力量》，就是这张专辑的名称。那最主要是写给我自己，然后也写给我们的族人，就是说原住民在每一次在工作或者在出野门或者去打猎，我们都会，或者在夏天工作，我们都会祈祷，祈祷东南西北的我们的神士，天上的。